美国的周末呢其实是很简单的，今天是礼拜天呢，我上午呢是睡了一个懒觉，下午呢就带着家里人还有呢身边的朋友呢一起出来玩啊。像在这里呢烧一烧烤，我们右手边呢是一些墨西哥的家庭，整个公园呢都充满了一个快乐的气氛，特别是老莫他们是非常喜欢这种文化的，就是呢一个大家庭周末一起玩，我们过去跟他聊聊。哎，还没到，我以为是 next year。在和热情的老莫一起聊天，还赠送给我们一些好吃的。海蛎真的好香。你知道我给我拿一点。啊 ，looks so good。我开心了 ，super nice。你可以感觉到美国的美国这边的热情了吗 ？You gotta teach me your language though。I teach you one. Gracias in Chinese is 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啤酒啊，啤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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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。And 杀戮 ，we call 干杯，杀戮，干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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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。哎。我们华人呢秉承着礼尚往来的原则，他们刚才呢对我们太热情了，又给我们又送我们汽水又送我们食物，我们现在呢也有一些中国的零食也过去回馈他们一下，走。 It's our favorite the peanut. Peanut? Yeah. Okay. Yeah, very good. Thank you, boss. Thank you. Thank you. No problem. Thank you. 美国的周末呢是开心快乐而简单的，你喜欢这样的美国生活吗？